今日的关西 explore 一天之嘛是今日的重点嘛，就是要来吃关西吃客人的板豆。这个嘛是我第一次在三合一里面吃板豆，最后来体验看看。大家要原谅我，我不会说客话的，我台语已经这么破，客话更加破，对，不要勉强我说客话的菜单，好不好？再加上马来西亚的客话跟台湾的客话的 Q 是完全不同的，关西真的听说是 Hello Q、哦、有错纠正我没关系。什么恁的破破破破台语、第一个菜是莲瓜菇跟那把套条高汤虾啊，我想改的、刷来是红枣鸡，还有沙赞巴加芥辣椒。这个菜有两个特色，一个是足在地的红枣鸡，煮熟的鸡要先放入去红枣里底，生三年三日。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这碗满满的客家味的芥辣椒。有酒的味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，我来按照就是这种味道，特别的这个沙赞吧，但是一定要问这个特别的酒，就是芥辣酒，你看我已经问芥辣酒啊，感觉味道很甜很酸，很好吃的，配吧就是很好啊，这两个我都很喜欢。来呀、客家咸鱼啊，这个就是让你吃饱的菜，板豆有咸鱼啊，是不是很特别啊？它刚才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吼，伊个淀粉类的料理，无迄个米糕啊、油饭迄种，伊个板豆是用板类的米呀、加麻糍类的物件，有虾米，有枇杷，应该是茼蒿。哦，这里面这个汤，笋瓜猪脚，我最介意就是这个菜。哇，落到这里边，哦，汤。不会足嫩诶！我想起我去闽南食到的地方嘛是这里嫩，我食一把吼，足嫩足，我无出来去解，已经尤其安尼，落地下实在是足厉害诶，无法度解释啦，也就对啊。芥辣叶粉汤汤，大家看，足济芥辣叶会当去油搭配，搭来煮汤就是嘟嘟啊好诶。芥辣就是枝叶，叶。不能吃、啊、开玩笑，我怎么才会吃这个？哇、哦，鬼干的鼻耶，这个汤。嗯，混混的，我唔是都介意食这款汤，我介意大汤，无介意细小汤。那些汤是足特别，清甜，够一个特别的味，来拜拜。白菜肉。客家有蛮多人在南区的，嗯，我那时候在最近年啊，嗯，飘过地板呢，海边的味足重的，胡椒的味，听讲客家菜有加胡椒的，胡椒是伊的灵魂来的，都有另外一个灵魂，看一下小超，我不能看一下，都有油葱，油葱嘛是客家菜的灵魂来的。客家小炒最有名的菜色，不用介绍了吧？一定有优势的。然后豆瓜，二吧。哦，这个料味较好哦。以前我吃过的较咸的。仙草鸡汤，仙草绿菜是关西家才有的特色，因为以前关西有种足多仙草。哦，看来是较食的汤诶，不是迄个烧仙草这么重的啦。这种味道足特别的。足出名，足出名。九四大肠就是足有名的客家菜啦。这个菜根本袂记哩录影，所以就予大家看相片。哦，爱袂食，已经闻到伊的味，我闻到一个足酸的味的。乖乖的，口感足好诶，这个肠好食，然后伊的调味是足重的酸味、姜的味，嘛足合的。这个我嘛介意。咸菜鸭，咸菜鸭嘛是足高工的一个菜，伊唔是迄种咸菜鸭汤，伊是要先洗过，摕去煮，水骨头就配生菜食。我唔爱生菜啊，就食生菜啦。哦，你鸭排足嫩诶，有力比诶，你鸭排成功。炒三鲜就是青菜。
哦，正常的青菜饼，为什么吃的青菜特别好吃？嗯，又是麒麟。好像我也听说这样，从小就会水果也是保险的，对吧？因为是鲜甜的感觉。最后就是水果有鲜蜜果，爸爸吃过耶。什么是鲜蜜果啊？有什么鲜蜜的所在嘞？听讲吼，你吃了鲜蜜果，你的味觉就会改变，连梦拢变甜的。你相信无？我不相信，但是我即马无连梦用这个芭乐代替吼。嗯，这个是芭乐的原味。新蜜果，嗯，酸酸涩涩的，哎，新蜜果袂歹食的，有滴味走出来，愈来愈好食，再食一盖麻辣。哎，有够滴的，足特别的果。他家的板豆实在足特别的，有足侪食材啊，我无看过，无试过。干那啥物红枣啊，干那酒嘛，足特别的。我今日的 MVP 就是。结果不是吃的，是酱。芥辣酱实在是很好吃的，我用沙赞巴，我用有芥辣巴、虾啊、鱼丸、芥辣酱，拢变成很好吃的物件。芥辣酱实在很厉害，我要去买十罐回来。今日客家板凳的活动，天阳就到这，后盖继续天阳，有诶无诶？后盖见，拜拜。那你知道我的 MVP 是什么？啊，对，你 MVP 呢？神秘是神秘果，我们两个的 MVP 好不典型哦。那些菜要哭啊，就怕塞被烤啊。哎呀，其实红枣粿就好食的，我实在无食过这种口味的粿，今麦回去咯 ，Go。